welcome. We're live from Xi'an, China for the World Cyber Games 2019. No, oh, nice. They're on the cliff! Onto the cliff! In the meanwhile, we've got Drace hiding in the back. He's going to be able to pick up the double kill. Lich in trouble, he comes to Storm on low, Carly will use defensively, tries to save him though! Oh no, they're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 Look at that, he's going to end the game on the core here, DC on the core, and that's going to be game!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由 WCG 主办、香蕉游戏传媒承办的 WCG 2019西安总决赛。我是今天的解说宁宁。大家好，我是本场解说大陆。那么今天的话呢，也是来到了我们王者荣耀的项目，并且对战的双方都是两支中国战队。对，其实期待了很久。就是之前在我们的小组循环赛的时候，一直是我们的中国队伍和境外队伍相抗衡。那么今天来到了半决赛，总的来说是来到了赛事的一个后半段。并且呢，其实我之前在资料里有所了解到的，就是几支中国战队的实力不光非常强劲，而且有两支战队之前有交过手，就是 DTeam 战队跟昆山 SC 战队。看到战绩上写的是DTeam 赢了，这是我没有想到，因为之前跟大陆老师了解过，好像是昆山 SC 这边是在次级联赛里边的实力还是蛮强劲的。对，因为来参加 WCG 的几支国内的队伍，他们其实都有啊和在 KPL 上的一些经验啊，包括昆山 SC 也是本届预选赛的第一名。可以说他们在私下练习的时候，就是实力其实是相差无几的。他不是说每场比赛可能是一支队伍一枝独秀，他是互有输赢。所以说可能是会在 BP 上赢这么一手，或者是在一些进入游戏之后的一些策略上去及时的变通，应变能力更强一些。对，而且打到现在看到了很多国内队伍在我们 WCG 比赛当中也是大放异彩，而且在 WCG 比赛的前几天是创造了王者荣耀历届赛事当中的一个记录，就是最短的结束比赛记录。是的，这个也是没想到，而且我们之前的时候也是有关注过，就是谁马可波罗最快做出末世的这个时间，对，都提前到了这个3分50几秒，对，都非常快，对，像那次记录刚刚说的是3分57秒推掉了 GEO 的水晶，那是包括官方的比赛，包括次级联赛，包括很多赛事是没有这么快的速度的。可能是说在对阵到 GEO 这支战队的另外一支战队啊，成功推掉指尖这支战队，他实力一定也是非常强劲。就是昆山 SC 嘛。哦，原来就是昆山 SC 啊！我说呢，果然名不虚传。看一下，这是我们这个之前的小组的一个积分情况。整体上前四名，前两名是由我们的国内队伍。分别是 DTeam 以及 VStar。这是我们的 B 组的排名情况。前两名也是我们的中国战队，分别是昆山 SC 以及 AG。也就是说，在今天半决赛的赛程上，都是四支国内队伍来竞争，角逐出将要晋级到决赛的一个资格。没错了。刚刚我有注意到，就是基本上中国战队就是来到最后的半决赛，基本上都是以2-0的姿态挺入这个半决赛。但是 AG 这边好像是有一场是输掉了。但是这一场好像不是我们解说的，对，他肯定是输给了国内队伍。因为小组循环赛国内队伍也是要交手，也是要互相打的。那今天呢，一共是等于说是3场比赛，先打2场半决赛，然后胜者直接晋级到总决赛去打明天的总决赛。然后2场半决赛的败者再决出第3、第4名，就是今天会出现一个季军的情况。所以说今天直接会到最后就会为大家呈现谁是这个季军以及殿军了。看一下我们这是在本个舞台上今天的所有的游戏项目。没错，包含的项目也是非常多，因为我们本次的话呢，我们 WCG 本身参赛的这个战队啊，就包括了囊括了111个国家。昨天也提到过，后来我一想这个数字还真蛮庞大的，可谓是电竞盛会。对，
电竞运动会。嗯，对，这边的话呢，也是双方选手啊、上台，应该是交换旗帜。这是在解说 WCG 三天以来第一次看到双方互相交换的全部是中国国旗，这两支国联队伍的是、嗯、第一次我们看到啊，我们解说他们的比赛。两支中国战队的话，那今天可要给大家展现一下自己的血性啊！本身中国战队在我们前几天所解说到的比赛当中可以看出来，所有的中国战队其实实力都比较强劲。对，嗯，而且在游戏前期很少会出现失误，基本上是没有的。在王者荣耀这个项目上，目前国内是一枝独秀的，而且来到了 WCG 的这几支国联队伍可以说是代表着一线水平，国内电竞的王者荣耀项目的一线水平。并且比较有意思的是，其实这些战队里的成员啊，小伙子们年龄并不是很大，都偏小。因为电子竞技目前来看还是年轻人的一项运动，因为还是需要考验手速反应能力、嗯、反应能力。像我们这种二十三四的可能就显稍显退出了舞台，有些老了。我退出了群聊。看一下这边的话，也是两边选手在准备当中。那我们其实今天对于这两支战队的话，因为第一 team 你之前我们是有解说过他们的比赛的，还比较了解这支战队打法风格上偏凶，因为我印象当中他们前期很喜欢打架。是，第一 team 在和境外队伍打的时候一般喜欢打架，但是不知道他和境内队伍打的时候会怎么样一个打法。我觉得有可能会变得稳一些，因为其实在国内队伍跟国内队伍对抗的时候，如果你前期打架偏多的话，很有可能会出事情，是，对吧？不太稳定。那尤其是在这个半决赛当中 BSBO3 的第一局啊，一定要稳些。好的，进入到今天的第一场比赛，也是本届 WCG 王者荣耀项目的半决赛第一场，蓝色方 D Team， 红色方 AGY。这边 D Team 直接先手搬掉了兰陵王啊、姜子牙、盾山、吕布、盘古。对，对吧？这几个选项，盾山还是送上班位。姜子牙搬掉之后，对于红色方来说，他不能搬盘古和橘右京其中一个了，因为他如果搬的话，蓝色方会选一个，然后自己就没有了。对，所以说这个第二手班位，看一下要把谁送上班位。吕布还在外面，可以给一手云中君。其实这个班位，说实话，现在的 AGY 他可以就是随便搬，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D-Team 这边肯定是要抢盘古和橘右京其中一个的。其中一个，哎，这里拿下了盘古，那这边橘右京可以配一个 AG， 可以拿橘右京配个橘右京配马可波罗，对，或者拿到孙策配橘右京也可以。这两个都是优先级比较高的啊选择。那拿到马可之后的话，他们要考虑的就是要不要把这个公孙离办掉，还是让给对方选。所以说这个也需要考虑一下，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马可波罗在线上如果对到公孙离的话还是有点弱势的，所以这里直接选择了公孙离，直接锁公孙离，让你不给 D Team 机会。对，如果你想拿的话只能拿一个弱势对线的马可。对，而且他们非常聪明啊，他们在刚刚的第一轮第二个班位的时候，在不知道该搬什么时候搬掉了一手太乙真人，现在给到了D Team 那边一个选择，就是选马可还是狄仁杰。但是你选狄仁杰的话，太乙没了，没有泰迪组合了，最后还是想了想，选一个马可波罗。所以说其实这一般是两个作用，对，非常聪明。看一下这边 EG 的三手选择，因为蓝色方这边 D Team 选了盘古老夫子，再加这个马可波罗，其实后期前三手能够看出来后期带线能力是有的。是，老夫子这边也是在后期团战当中想针对一下公孙离。那么英吉这边的三手看来双方前三楼都还没有亮出中路来，可能要往后放一放了。尤其是 AG 这边红色方，直接锁了，先抢一个嫦娥，怕后面被搬掉。他们想在接下来直接搬中路的强势法师，像貂蝉，像上官婉儿。包括好像之前的时候有在资料里了解过，就是 AG 这边的中路英雄池比较深嘛，所以说他在拿到自己想要英雄的时候就能够发挥出更大的一些作用来。对，而且看到陈安也是我们老朋友了，比较熟悉的面孔，包括酷酷也都在。今天这场比赛应该是比较激烈的一场。没错，看一下这边的蓝色方 D Team 的第三手班位啊，因为现在这边橘右京是其实可以做摇摆位的啊，可摇到边路去，也可以做一个蓝陵野的位置。是因为现在孙策还没有选出来，接下来是红色方先选。如果说孙策蓝色方这边不搬的话，其实孙策还是可以被红色方 AGY 这边拿到。
看一下这里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吧。因为现在的话，孙策如果在外面给到红色方去选的话，他们可以先选八王先选嘛。对，但是在第四这个位置上，我觉得 AGY 会优先考虑辅助位，因为他们现在缺的是一个开团点，他们并没有比较明确的开团点。嗯、牛魔，对，牛魔应该是他们要考虑要拿的。鬼谷子也可以，但是可能没有牛魔效果这么好，因为鬼谷子占视野能力稍微差一些。对，现在红色方就在 B 位置。他把张飞搬掉了，外面可以比较强势的辅助位有鬼谷子和牛魔、嗯、然后你怎么搬，对吧？你搬一手关羽，那我拿牛魔了。嗯，看一下这边，先是AG 这边四楼先选不拿，在这个位置先想抢另一条边路，那这样的话等于说辅助位给到了蓝色方优先级去选，这样的话蓝色方他可以优先去选这种可以强开团的辅助了。对，其实 AGY 这一手选择也和辅助有差不多的一个作用，就是他们想找这个开团手。嗯，得亮一下大乔，我觉得可能是怕对方玩大乔老夫子体系，但是自己拿了真的适配吗？我觉得他们现在是要找开团点的，大乔可能稍微会拖一些，因为他并没有特别明确的一个带线阵容，光靠一个橘右京和大乔搭配还远远不够，还是选择了猪八戒。那对于蓝方来讲，辅助位选苏烈还是牛魔呢？哎呦，这里直接选了嬴政。嬴政，这是最近几个版本当中不太常见的体型。对对对对对对对，在前几天的世冠舞台上，是 Hero 这边又拿出来一次嬴政，问他们为什么用，是不是版本强势？他们说不是，就是怀念了，就是想用了。真是。这个版本嬴政的作用并没有几大法师那么强，像嫦娥、婉儿、貂蝉都要比嬴政在线上发挥的好，包括干将莫邪。是的，之前拿出嬴政来是为了搭配这个，比如说像百里守约一样走一个双 poke 体系。在团战当中就是两个 C 位先进行 poke， 然后打残对面之后再进行接受打团。对，这在五楼是要拿大乔了，但是在这个位置拿大乔，其实我怎么感觉这个大乔最后一手选，因为对方能克制大乔的人还挺多的，苏烈，苏烈可以顶出来。对，这样子的话，其实我感觉 AG 这边可能会有更好的选择，比如说现在还在外面的牛魔啊、鬼谷子啊，牛魔、鬼谷子再加上猪八戒，双开团双控其实是很恐怖的。嗯，刚刚 AGY 在四楼的时候掏出猪八戒的时候，有预感他们会拿大乔，因为他们想要找一个开团点，但是不是辅助位，那么他的辅助位应该就是大乔了。嗯，现在选出来之后，确实非常适合这个版本，因为这个版本之前也聊过，是一个推塔型的版本。推塔越快，你的经济优势就越高，所以他们拿出大乔来不一定是为了就是在团战当中取得多大优势，但是能够快速通过转线的优势去拿掉更多防御塔的攻击，以此来带动自己的节奏。对，其实这一局从阵容上来看，双方都比较相像。嗯，从带线能力上讲，蓝色方有老夫子，红色方这边有大乔体系，带线能力都不弱。没错，我们也是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 BO3 的第一小局，蓝色方 D Team， 红色方 AGY。 看一下分路情况，老夫子走到了上路，而在这个时间节点的情况下，一级团究竟是谁先主动开，在这个位置有苏烈的这一方应该是主动开团的点。嗯，毕竟苏烈有个被动在嘛，这里一级先要抢多线，抢线的话前期嬴政光靠普攻就够了。是的，这边还有个护盾很恶心，而且嫦娥其实在前期吃几个嬴政的普攻是不太好受的。嗯，先抢了对方三个熊，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在前期这才刚刚四十多秒的时候就已经让嬴政这边占了不少便宜。看一下双方打野的一个开野路线，基本上都是蓝区起手。对，这样是蓝色方这边法了三雄之后就满足了，不太执着于进攻，那这样的话也是让橘右京没有办法快速的升到四级。嗯，可能会耽误这个暴君团战的这个四级的节奏。哎，定到了一个嬴政。哎呦，这里好像要直接想要去强杀嘛，但是盘古到了这个位置可能要被反杀，不好走。但是嬴政这边走位有些不小心，他是一个丝血的血量被大乔直接收到了人头。这样的话猪八戒再赶来逼掉了闪现，
月色今天在开局的时候有些大意了，公孙离又来了，直接收掉了苏烈的人头。这个 G Team 太大意了，今天他这个站位怎么敢在这儿回城？是呀，好像还是大乔这个在这个逃跑的过程当中回头放了一个技能，然后让这个正好是可以到嬴政的位置上了。对，嬴政是太自信了，还想去反打，然后被大乔收到人头。而苏烈这个人头是最不应该的，他在下路公孙离没有视野了之后，他应该可以意识到公孙离来中路抓了，但是他有些自信，而且他觉得自己在塔下回城啊会比较安全，但他这个塔他只要是但凡在塔后回城都死不了。对，他是在塔边回城，哎，这里又想来团躲制裁，缴械两个，但是这样的话是再次被红色方收下人头，马可波罗反杀掉了橘右京。那这样的话感觉这一波跑军处的团战也是让这个 AG 这边沾了光呀。是，问题是现在是什么，就是 AG 这边通过前期的一些这个大乔的一些作用啊，导致让这边G-Team 有点没想到，就是没想到大乔伤害会这么高是一个点，再一个没想到对方支援这么快，几波大意可能让前期的节奏有点拖沓，而且现在苏烈应该是没有被动的状态，直接没有，这几波人头下来 G-Team 的节奏全乱了。不应该啊，真的不应该在塔下这个位置，其实三个人对方一自己没有被动的话应该就已经走了。我觉得很奇怪，可能是 G-Team 在 WCG 前两天的比赛和境外队伍打的有些多了，这个打法节奏还没有缓到和国内这比较强势的队伍竞争的一个状态。哎，有可能啊，有可能。而且对方的话这一局如果用大乔这个点去牵制住 D-Team， 你后期带线也很难带过。现在说实在话，这个人头比这个经济差，前期前中期很难再把优势打回来了，对对对，真的打不回来了。因为是国内队伍，他不会给你这么多机会。而且他是大乔啊，有一个大乔之后，马可波罗这条线一塔掉了太快，导致大乔现在可以肆无忌惮的双边带线。现在嬴政的话，一会儿可以关注一下嬴政的经济怎么样。之前被击杀过一次，其实也是在经验以及经济上是有亏损的。对，而且比较不舒服的一点是嬴政这个点了。嬴政在前期如果没有优势，其实这个英雄比较鸡肋。在目前这个版本，哎，老夫子绑一个，那大乔直接回城了，不给你任何机会，还浪费了老夫子一个大招，并且队友过来也是耽误时间。对，刚刚看了一下经济这边，嬴政这边是比对方的嫦娥应该是少了将近5000，才那个500的一个经济，500的经济差，末世做出来了，公孙离四分半还是挺快的。看老夫子这个位置要被抓了，身上一个没有大招的老夫子，有二技能，有减伤，还是交了一个闪现，不交闪走不了这波，有可能要被打得比较残，后面队友赶到也没法反打了。其实现在对于大乔来说，哎，这个，他可以考虑去抓下边路，因为只要是有大乔带的这个阵容啊，他是能够肆无忌惮的去不断的换着边去带的。对，因为他强抓老夫子的话，这条路老夫子其实不是很好抓的。你看马可波罗5分钟这才做出末世加攻速鞋，对，所以说是慢了1分钟。对，这是一个就在国内比赛当中一般是4分半去做这个末世加攻速鞋的，这已经慢了30秒，可见这经济上也是有小小的落后的，真的很执着，生生是快要磨掉了老夫子这座一塔。下一波兵线来了，应该就能够拆掉了。对，其实他们就是一个4-1带，嫦娥在中路清线兼顾中下两路的兵线，而大乔带着3名队友去推上过塔。来看这波团战，橘右京进场直接收到了老夫子人头，而苏烈被打出被动，这一波苏烈走不了了，队友离得很远啊。猪八戒还想上拉回一个嬴政，橘右京再次一能跟上，但是马可波罗这里大招，这波想要反打，这是马可的一个机会，不过大招被打断了。哎呦，还回了城，还没有把这个猪八戒给收入囊中。是，这就是大乔阵容在这个时间节点的强势之处。他们拿到优势之后，你如果输出不够高，并且打断不了大乔的回城的话，在这个前期完全打不了团战。等于说对方是跟你打两波团，你才是一波团的血量。是啊，而且刚刚我们看到就是 AG 非常想要快速的就是能够找到机会去开到 AG 这边的人，但是开到了发现战场被大乔的技能分割之后，大乔再把人送回来再传回来，这边 D-Team 就很难招架了。对，而且这一局
D team 这边也并没有让苏烈太过于去针对这个大乔，他其实应该盯着大乔的这个三技能。嗯，放了之后再放一个。是猪八戒再次开团拉回来两个人，嬴政直接告破，这个位置双杀 double Q 给到了公孙离，中路一塔也岌岌可危，顺势推掉，而且是五人满状态，三个五人齐压。公孙离是合成了，但是不妨碍去拆这个中路的二塔，太快了。看老夫子在上个赛事带到了四号机，但是现在只有七分钟啊。这个节奏，其实可能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原因 ，D team 这边还没有。缓过劲儿来，就前几天和国人队伍打的赛比较多，可能一直在疲于团战。嗯，已经是有点大意了，不过还好是 BO3 的第一局啊，我感觉后面还是有机会的，这一局还能不能够找回来点，就是在团战当中啊，找到一个时机把这个大乔给秒了。对，现在的 D team 他们如果想要翻盘的话，苏烈和老夫子这个大招控制的一定要足，就老夫子先行开团之后，苏烈直接给大，在苏烈拍大的一瞬间，马可波罗大招进场，必须非常的紧密，对才可以，而且这也是比较理想化的状态，对方肯定不会束手就擒呐。没错，并且我们看一下，现在时间马上来到八分钟，两边经济差的话是由这边 A 级超玩会领先了小五千的样子。对，小五千的经济差，现在猪八戒开团已经没有任何办法，大乔再次召唤队友，四人五人齐攻上路二塔，没有任何人去防守，来不及防守，老夫子还在下路带，这边马可波罗离得也很远。大乔再次回家，中路兵现在清一清，现在蓝色方根本出不来了呀。只是现在老夫子是能够唯一一个就是拖住一级这边的一个点，但是现在好像要下去抓这个老夫子了。对，老夫子嗅觉比较敏锐，看到地图上一个人都没有，他带了带下路的线，但是现在并没有什么作用。这边主宰也刷新了，这个经济差的话四千多还不够高，所以说现在 AGY 也不着急去用主宰逼团，他们还是要在兵线上进一步的蚕食，压制对方的经济。我们现在可以注意到，其实现在嫦娥的经济已经非常高了，现在已经来到了六千七的一个经济点，而嬴政只有五千三。而马可波罗这边是选择直接憋大剑，第二个大剑就做出了破晓，他并没有出纯净苍穹。再看这个方向，老夫子先绑一个，但是嫦娥定住了老夫子，直接被秒掉，完全扛不了。但是马可波罗大招转满了，还不错，公孙离被嬴政的火攻收到了人头，徐有情可以走掉，大乔掩护队友撤退，但是苏烈紧追不舍，有被动的苏烈这波团并不是很怕，这是 D team 的一波机会，反打成功。这就是说的打团的时候能够先行秒掉对方一个人，不让他们把这个电梯流坐上电梯是就可以。这波团战打得非常漂亮，其实还是归功于马可波罗这个大招，就刚刚说的，当苏烈和马可的这个大招衔接的比较紧密的时候，他们是有一战之力的。那这条主宰有了，这也是 D team 一波反攻的机会，拿掉主宰先锋之后，利用这个主宰先锋的 buff 然后进行一波反攻，这样的话还抓到了橘右京，这个位置有些危险，但是猪八戒赶到顶住了技能，嫦娥大招全部被分摊了，这波团战打得有些乱，不该再追了。这波就算了，因为下方的暴君已经刷新了。那这条主宰给到了 D team 以后，战局就出现了变化，因为主宰先锋会给 D team 那边持续拉回一些经济，这波主宰先锋过去之后大概率双方经济会持平。看一下啊，现在双方经济只差三千，这边老夫子的末世也已经做出来了，并且只要蓝色方现在 D team 站队，这个兵线带好，他们去在野区再去找找机会。对，确实是有些大意。现在他们要考虑的是马可波罗这个点，他的进场时机，就是因为马可波罗在第二个大阶的时候直接把破晓做得出来，他们非常聪明，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再往后拖，哪怕再拖一到两分钟，他们都很难再把这个颓势拉回来了，就是靠这个时间点，我先做一个破晓，我就是准备跟你打下一波团战，很细节这个出装方式，就是为了下一波团战有一个高的伤害。对，其实有的时候孤注一掷不是什么坏事，也是能够让自己找到机会。对，因为面对到大乔体系，如果你一味的拖，你最后还是会被大乔体系慢慢的拖死。这边清一下主宰先锋，但是感觉现在 AGY 因为之前拿到的经济优势，现在他们还是打得比较主动，兵线推得比较深，但是其实你可以看在小地图上看到，这边上路是两个人，大乔是带着这个嫦娥和橘右京在一起，
其实分得有点远，但是还好，只要有大桥的地方，可以随时召唤另外的队友过来。对，就这一局，他们其实，可以选择让橘右京去带，然后大桥带另一边。嗯，橘右京有难，直接大桥一个大招传过来。这个大招是，这个大招就是放一下，可能是嫌自己 CD 比较短吧。这个大招感觉是想要召唤队友来下路进行推，这个二塔，但是好像发现对方回防的有点快。对，应该是这样，是他们想要靠猪八戒这边牵制对方的注意力。当这个大招开起来的一瞬间，他们是考虑过拿下路二塔的，但是看到对方没有在上路露头，也就是说对方没有去快速支援上路，那这一波佯攻就是没有太多意义。是的，那这样子的话也是浪费了自己一波大招，不过还好，问题不大。看一下现在时间来到了12分钟，两边经济慢慢的有点想要拉回来的意思了啊。注意一下，马可波罗的经济已经来到了9400，这边最高的红色方最高的经济是嫦娥，哎，11000。那现在的话，感觉马可波罗这个经济要比公孙离好很多啊。是，大乔现在在蹲草丛，一直在看视野，还是选择让橘右京去分带。就现在的一个关键点，应该是橘右京配合其他三名队友，配合嫦娥、公孙离、猪八戒带下路，然后大乔一个人隐藏视野去到上边路。当对方支援下边路四人进攻的时候，大乔一个大招把四个人全部传上去，这是比较标准大乔体系。嗯，现在好像倒是被这边，哎，先看这波团战，主要是主宰先锋刚刚把兵线带出去了，导致现在的 AT 外线比较不舒服。猪八戒可以往后撤，苏里这个大招续的时间有些长，但是开不出来了。这波团可以反切的，因为苏里已经没有大了，还是选择撤退。算了，我方高地方还是要算了稳一些。对，比较求稳。哦，我们注意到这边马可波罗已经做出魔女来了，那这后面的团战的话，其实他是不是很怕这边嫦娥的一个伤害的。对，等于说在前期有劣势的情况之下 ，D-Team 是把所有的经济全部倾斜给了马可波罗，让他快速发育。马可波罗现在是10000多，但是你看老夫子这边只有6700，等于说他吃了一个上线、一个中线和野区，全部给到了马可。这里八戒想留人，但是其实这个位置的话队友是跟不上的。嗯，八戒没有大招，那下一波团战怎么说？这里直接开主宰先锋吗？这个位置想要去主宰 B 团，嫦娥先消耗一波，但是苏烈有被动，不是很怕。公孙离在后方点主宰，这个主宰掉了一半的血量，嬴政开大了，想消耗，但是大乔的三技能再次被打断，没有了。这个团战打了起来，猪八戒先行阵亡，苏烈也倒地，电梯坐不上。但是老夫子开启二技能之后扛了非常多的伤害，公孙离只能撤退。这波团战又是 D Team 打赢了。现在是一个一换二的状态，但是大乔只能兼顾自己了，没办法保队友，只剩一个大乔。那这样的话，主宰和中路的塔看 D Team 怎么选择，应该是先拿这个中路的外塔吧。但是兵线没了，中路兵线马上来，先拿中路一塔，然后再去转主宰先锋控制。主宰可能有些来不及，他们只能兼顾一个，那只能选择拆这个二塔。对，他选择拆塔，先不打主宰。哎，这得扛下防御塔，这个二塔也没拆掉，有点可惜。对，那只能回家了。不过这波团战打下来，就看到了 D Team 战队他们在这个控制链打足的情况之下，团战还是比较凶的。其实 AGY 这一波选择是，我觉得有点犹豫不决了，而且有些欠妥当。因为他们拿大乔体系，他们是以带线为主的，他们没有必要在这个时间段选择去主宰 B 团，对，频繁的去跟对方发生团战。对，就是如果是可以的话，就是哪怕是自己下路，就是把大乔放在上路，跟自己的队友去看这个主宰位置的人，然后下路的话派一个人去带线就可以了。对，而且刚刚大乔这边牵扯做的，前期做的还不错，但是到中期的时候稍微有一些混乱。嗯，大乔这个身边我觉得最多也就跟一个人，剩下的3到4个人可以去选择另一条路去做佯攻，还是有点就是好像这个时候不知道是会出现问题还是什么。对，他们刚刚的这个整体的推进站位什么是212，上路两个，下路两个，大乔在中路游走。其实这波团直接一个大闪开到了公孙离，这波公孙离有危险了，马可波罗可以开启大招，还好回家了。八戒没进去了，那猪八戒是卖掉了，没办法，这个猪八戒是只能给队友扛伤。真
的，那么橘右京在上路带线带的还比较舒服，但是这个高地应该是别想了，而且这条主宰先锋的话 D Team 不可能让给你 AG 的，视野问题，就是几波团战是 D Team 这边隐藏了视野，看公孙离可以回家，还不错，但也成功了打出了苏烈的这次被动，下一波团战的话 AGY 是可以接的。苏烈没有被动的话，其实他的进场的话这个危险性就提高了，很容易进去之后就出不来了。对，看一下现在时间是16分40秒，47秒，这边的话双方经济只差1000不到了，就是，越打到后期啊，我觉得 AGY 这套阵容虽然说是大乔阵容，但是他们越到后期团战是越打不过Team 这边的。没错，本来大乔体系就是用来带线的嘛，对吧？对，这个中期的团战，你除非是他们是想自己经济有优势，所以他们才想去跟对方去进行团战，但是没想到自己大乔体系一旦被对方破解，他不能总被抓，对，破解掉了，你这团战就自然打不过了，而且你是优势方被拿了很多人头，让劣势方换掉很多人头，自然而然经济就已经被扳回，不光是扳平了，而且这时候还反超了600块钱。对，主要这一局他们在英雄选择上，刚刚为什么觉得在 BP 阶段有些奇怪，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拿到一手配合大乔特别强势的推塔点。嗯，就是一般会把老夫子啊、孙策啊、花木兰啊，或者现在这个版本凯都可以。嗯，但他们一个都没有，只有一个猪八戒。猪八戒是被办了，但是其他的是可以选的。孙策是吧？对，猪八戒这边是能扛，但是输出不够啊。你让大乔配合猪八戒在前期推线的话，其实效率并不是很高。哎，这一波还不错，直到现在，这波主宰应该是被偷掉了，快速拿下主宰。对他们通过让橘右京在下路进行牵扯跟勾引，你这边的人去抓橘右京，我直接大乔的大招把橘右京交给。对，这就是 AGY 这大乔的一个优势之处，但是大乔阵亡了，怎么又嫦娥走不了这个位置，完全走不了，必死之局。缴械了一个猪八戒，但是嫦娥佛甲站起来，这波团战赢者还在输出，但是上路兵线 D Team 不管不顾了吗？要往去回防，要回去回防。橘右京这边反倒是，但是橘右京这边想多了，他想去偷塔，但是对方面对到对方这么多人，你偷塔能让你偷掉吗？还真能偷掉吗？这个位置啊，塔偷不掉，偷不掉，偷不掉，偷不掉。其实他确实有点想多了。这里还八戒还被老夫子留下了，应该也是很难走了吧？这边队友救一手。那嫦娥选择回撤，几波下来还好是 AGY 这边拿下了一条主宰，不然这一局这波团战打崩了之后 ，D Team 可能要上高地了。主宰先锋帮他们拖延了一下时间。哎呀，这样打下去可不行啊！因为之前的时候大乔体系是在前期拿到了经济优势，但是一直在野区被 D Team 抓到机会秒掉大乔，或者秒掉其中一个队友，坐不上这个电梯，导致自己这个体系就没办法打出来了。对，而且大乔总是被击杀的话，这团战真的没得打。大乔体系里核心点就是大乔嘛，对不对？就是打两套，打两次血量。看他现在马可波罗的经济非常的高，还好的一点是有大乔的阵容，守塔能力也比较强。嗯，就是虽然说外塔现在没有太多的能力去防守，但是一旦被 D Team 推到高地的时候，大乔守高的能力还是比较不错的。看一下这边盘古在带这个上路的一个兵线，但是公孙离伤害很高，回撤回家，打一条血量，没有公孙离还要回来，但挺危险的，挺危险，挺危险。对，如果刚刚马可波罗这一技能扫中的话，公孙离这一回闪可能就半血，这个塔就守不了了。现在这个塔也很难守，嬴政这个大招直接逼退你的站位。刚刚说了，外塔守不了，就在这个时间段，大乔外塔是无法守的，只能去守高地。就看你看橘右京，他们比较聪明的是，他们一直让橘右京去做这个单带的点。对，但是老夫子好像能抓到大乔，哎，看没看到？应该是看到了，喊队友来了。这里大乔很聪明，带着橘右京回城，没抓到，走掉了。就是靠这样，大乔配合着橘右京一点一点拖时间，再把兵线运出去。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兵线，对于双方来说，打到了20分钟之后，经济没有太大意义，全部都是神装。现在一拼的是兵线，二拼的是复活甲次数。现在的话，刚刚注意到这边应该是橘右京已经做出了复活甲。哎，猪八戒的嗅觉很灵敏，没有进草。嗯，这就是叫职业第六感。哎，选手们的第六感。对。感觉这个草丛里有人，而且视野看不到了。想来保护这个橘右京带线的，并且这波，哎呀，橘子没回去。他直接想切马可，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盘古脚现在没有给到公孙离，直接反打了。公孙离被带走，马可波甲站起来。
但是马可的血量也残了，橘右京和盘古耗的话，盘古是一个满状态，老夫子此时此刻站了起来，老夫子到了后期开一个二技能，减伤80%，这个是很恐怖的。大乔拉出来之后还是回家。对于 AGY 来讲，他们陷入了一个僵局，就是团战打不过，兵线带不出去。但是他们守吧，又可以守住，就是 D Team 也不太好推高地，但是 AGY 这边就推不出去。只有 D Team 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上高地，就再找到一波机会抓掉大乔这个点。对，因为现在是神装了，嬴政的大招消耗能力，也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他们只能是磨。对于 D Team 来讲，就是磨，拿炮兵去磨高地的血量。嗯，或者是等到就是自己这边火甲数量够的时候，一起上一波高地。对。现在这套阵容 ，D Team 也不太敢强开高地，因为对方是有大乔的，你强开一定会浪费掉苏烈大招。那如果说对方大乔全部回，看大抓紧这个位置可以回家，还可以再传送回来，这里就打了两套血量。而且看嫦娥这一定没有定住，但是马可波罗叫了一个二技能回到了墙上，但是第一时间打不出来输出了。公孙里的输出位置找得非常好，但是这一波团战，大乔不在，嫦娥也要倒地了。嬴政的位置太好了，在后面疯狂 poke， 主要是前排的坦度问题，公孙离点不掉了呀。啊，自己要是去点人的话，是要冒着风险的，有可能自己会被换掉。对，而且刚刚猪八戒这波团战也是在中路带线。这一波打完之后，大乔把人招回来，这条猪仔看能不能够拿下。这个主宰是可以拿的，因为盘古一个人的话抢不了这个主宰。被猪八戒抢掉，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反打机会啊，可以把盘古先杀掉。他不知道对方的人回城了，对，不知道老夫子的位置。对，他应该是以为老夫子也赶到了。对，如果知道老夫子不在，这波绝对回头打了。对，那现在看到 AGY 做出了两件复活甲，八戒也有了。下一波团战，他们是打算去强打一波了，不成功变成人，就是他们现在的想法。看一下现在这个双方的经济，其实来到这个6万之后啊，就没有区别了，就大家都是神装。只不过拼的就是复活甲了。看一下这边 ，D Team 这边的复活甲数量，盘古以及马可波罗。对，是有复活甲。马可波罗之前应该是用过一次复活甲了，那还剩一次。看一下这里，这条暴君应该是没了，直接被 D Team 拿下，并且公孙离和橘右京同时两个人在上路带线，这是什么情况？对，这是想快速的磨掉上路这个血皮的高地，但是这个回防速度的话，这个主宰先锋还是做不了太多事情。是的，只是能够把兵线带到这个位置，但是只要D Team 回来人处理这条兵线，就很难去推这个高地。有些难，兵线带不出去的大乔。他本身作为一个辅助位的话，他探视野能力没有这么强，他也没有办法去探视野，因为大乔如果进草被秒的话，团战肯定是天崩地裂。你只能让八戒去探草 ，AGY 这边只能让八戒去探草。但是盘古这个位置被两个人抓了，这就走不了了。复活甲站起来，身上有一个复活甲，但是苏烈也来了，老夫子又后来者居上，绑住了一个橘右京，在劫难逃了橘右京，公孙离根本点不掉这一手苏烈，老夫子双杀。哇，这里还是。让 D Team 这边支援的更快一点，而且猪八戒也不好走了，还好最后一刻，真的是坦度够啊！猪八戒现在坦度是够，因为这边公孙离以及自己的这个跟自己一起带线的人，他忽略了一点，就是自己的大乔不在身边，你是没办法打两套的，你可以打，但是你必须要孤注一掷把人杀死，你是走不了的。对，那现在正面团战少两个人 ，AGY 的上路高地不好守了，有机会，这是可以，这就可以强上了，苏烈拍大。封住两个人的走位，猪八戒即使坦度再高，他也扛不住啊，他只能传回去。又是老夫子，黏住的猪八戒之后兵线没了。那这样子的话，好像这个高地又是磨不掉。刚刚说了嘛，一波一波蚕食，有大乔阵容，只要大乔不死，其实高地还是比较好守的。可以看出来，其实来到两支国内队伍对战的时候啊，这边就是游戏的时长也是被拖得很长。因为大家都是不会轻易的给到对方太多机会，是，就尤其是前期可能会有失误，但是后期的这个高地在防守上是非常就是专业的。就他们带线现在是带不出去，但是团战也并不是说 AGY 这边就完全打不过，而是他们总是忽略了老夫子的绕后位置。刚刚抓那波盘古抓的是挺不错的，耗费到他一个复活甲。如果他们能提前洞察到老夫子来的话，不走三角草丛，而橘右京、公孙离第一时间准备撤退，他们也不会阵亡，是不亏的。这里公孙离已经做出了复活甲，
下路大乔带着自由先继续带线，盘古必须要回下去回下路去防守了。现在有点难受啊，两边一直都是在去运营这个兵线，现在终于是打出来了。刚刚说了，大乔身边就只需要一个人，是的，然后剩下三个人抱团去打牵制。传哥处理一下中路的兵线，上路又是，其实这一局 AGY 这边公孙离他挺难受的，因为他一直是要跟队友平摊这个经济，所以其实经济前期的话一直是比马可波罗慢的。对，但现在还好，对，现在都已经神装了。但公孙离在这一局团战当中，他需要面对的是两个肉，一个是老夫子，开启了二技能的老夫子，一个就是苏烈，就这两个点，现在的公孙离他很头疼，真的打不动。而且苏烈还有被动，他们优先让苏烈去扛伤害。公孙离点完一套输出之后，盘古直接进场盯伞，公孙离很容易阵亡。下路两个人带得很舒服，想抢蓝也拦不住，直接回城了。对，但是又传回去了，这都是被 DTM 这边要包围了。这波团战不该回去啊，但是反过来是盘古第一时间被嫦娥收下人头。这里公孙离脱甲站起来也没了呀。但公孙离阵亡了之后，马可波罗就称霸王了，没有任何人可以限制马可的输出。猪八戒进场想强切马可，开一手进化躲掉了控制技能，猪八戒想跑还是传回去了，不过嫦娥这边恐怕顶住伤害，已经没有蓝了。苏烈还可以出击一个闪现，还是被定在原地。两波团战下来，嫦娥都是死血逃生，可以回家，但猪八戒又来，这个反打很漂亮。这里大开启大招回来之后，打出了复活甲，非常漂亮。那这样马可波罗又阵亡了，双方这两波团战打出来是你攻我守，你守我攻。不好说，不好说，能不能换？哇，差一点，走不了，走不了了。那其实这一波打下来还是 AG 这边赚了，因为他们利用就是大乔的大招打了两套，两个大乔的大招出来，打了四套血量出来。对，这个一波三折团战，刚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是大乔阵容这边比较危险，五人全部回去之后是被DT 那边五人包围的，但是他们靠大乔的回家，生生是打两波团战，把这波团战打赢了。而且当时，哎，这大八戒直接进来强逼隐形阵，走不掉，守不掉了，只剩下盘古和一个复活甲起来的嬴政，哎，再次阵亡，有点危险。公孙离是死了，但是盘古这边想强清掉兵线，苏烈赶来一个大招，看能不能清掉线，但是大招没有放出来，下路高地告破，他们只需要击杀掉这个苏烈就够了。但是苏烈坦度还不错，没有了公孙离之后，拿过来直接拆水晶，可不可以直接拆水晶？可以拆，但是马可波罗来了，身上如果有大的话，直接可以把兵线转掉。这波团战还是要靠大乔的三技能回家，还是要回，全回去了。哎，这里但是猪八戒这边是交代了，这大乔赶快走。不过这一波是不亏的，他们推掉了下边路的高地。是的，哎呀，我刚刚是因为苏烈这边复活及时是牵制到了 AG 这边的人，不然的话其实 AG 这边是有机会去点一点这个大水晶的。对，今天这局比赛就一反常态，在前两天的比赛因为是国内队伍对抗国外队伍，基本上就是十分钟左右结束战斗，但是这场比赛达到了30分钟，双方打得很焦灼，而且每一波都有很多的小细节在，包括大乔的这个大招体系。公孙离又来了，在这个位置要抢这个黑暗暴君，他嬴政能不能扫到？还是被橘右京拿下，老夫子直接进场回城，绑不住人呐、老夫子绑住了之后，大乔可以传送回去，正面团战再次少人， DTM 又开始被动了。但是现在橘右京要处理一下中上的两条线，但不急，因为他们有主宰先锋，等于说现在的 AGY 是在这局当中历史最强时期，因为他们是双龙在手，有主宰先锋，有黑暗暴君，这样的话其实是 AG 这边一直是有一个在团战当中多次回城的机会，多打两套血量让这边的 DTM 很难受，但 DTM 只要是能抓住一个秒掉大乔的机会，感觉团战就能打赢。对，而且现在比较舒服的是公孙离身上有一个复活甲，而马可波罗没有复活甲了，上路高地又没了，中路高地破也是只是时间问题。猪八戒进场想强开嬴政，卡住了位置，开到了这里队友伤害能不能跟上，但是第一时间没有跟上输出，马可波罗大招转进场，大乔还想召唤队友回家，苏烈已经尽力了，挺住了对方所有人的回城时间，卡跑了公孙离之后，橘右京在后方卡住了对方的老夫子的位置，但老夫子疯狂锤，看一个二技能根本不怕伤害，大乔也被老夫子锤的只能撤退，猪八戒还在扛马可波罗的伤害，逼到了全程当中，猪八戒要往回撤，但猪八戒要被包了，而且苏烈这里被动被打出来了，
而且人头被收下，公孙离这边还能继续输出。两波团战乱成一团了，大乔再次来了，只剩一个嫦娥，想强收嬴政，有没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八戒来了，这里马可波罗是没了，马可波罗被嫦娥收下。那这里的话，兵线已经运到高地的水晶处了，有没有机会能够一波？其实现在拆水晶就够了，水晶直接拆水晶就可以了。能不能三条猪在先锋？让我们恭喜 AGY。可以看出来，就是在拿到大乔体系之后，虽然说团战我们看起来好像很乱，但是大乔他是非常清楚的，我在这波团战当中什么时候让这个什么时候让队友回城，什么时候召唤他们回来，包括在几波团战当中通过这个人数这个自己队友的这个血量差去跟对方一直打，哪怕是在对方的这个基地水晶处啊，但是也可以看出来还是大乔这边的优势会更大一些，就是没办法，就是 DTM 这边秒不掉大乔这个点。对，其实是团战在这局当中打得比较混乱，而且说实话 AGY 在这一局比较危险，他们在前期有了这么大的优势之后，在中期由于自己的节奏断层导致没有在中期就把这个推防御塔的经济优势打出来，一直到了后期之后才显现出来这套阵容的优势之处。嗯，我觉得是有惊无险吧，还好最后是胜利了。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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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因为其实中期的话他们是给到了 DTM 一到两次的机会，让 DTM 把经济都已经扳平甚至还反超了，在那个时间点的话，如果 DTM 还能够找到一波团战的机会去开到大桥这个点，或者是让大桥就是放电梯的时候这个把这个电梯给断掉，就能够有机会打赢团战。对，是这两波团战下来你会看到双方的团战思路异常的清晰。为什么？因为你看猪八戒他永远是切嬴政和马可，盘古和老夫子永远去切大乔和公孙离。为什么我会发现在这局比赛团战会一般会分成两波去进行，一波就是以猪八戒为冲锋阵容的阵容啊，一方面是以苏烈老夫子开团的一波团，等于说是每波团都是战成两团。是因为没办法，因为双方都要去处理对方的这个关键的位置。其实DTM 他们很清楚，如果他们想要赢得比赛的话，就必须要处理到这个大乔以及公孙离这两个点。那么AGY也非常清楚，如果他们想要赢掉比赛的话，必须要限制住马可波罗和嬴政的一个输出环境。没错，再来看这一局的一个回放情况。哎，这里的话，其实这是第一滴血的爆发，就是嬴政的站位太过于自信了。而且这边苏烈，你看他回城的位置就在塔的这个位置，但是他没有想到自己这个血量，公孙离过来赶过来，而一个二技能就加个平 A 就带走了。其实前期 DTM 的劣势完全是由于自己的疏忽大意，到了中期终于打开了节奏。你看这一波团战就是战场被分割开了啊，然后直接就是让这个战场直接是被这边 AGY 拿下。对，这波团战也是 DTM 这边想反打了一个最好的机会。看这边盘古进场之后，橘右京也被收掉人头。其实这一波团战是打得比较乱的，因为 AGY 这边站位比较分散，他没有一个明确的点。你看嬴政到打到现在是一个满血状态，马可波罗也没有切到，所以说只要双方能够把关键位置处理好，这个团战胜率就是属于这个处理的更好的一方的。对，看嫦娥这个进场几次，其实嫦娥的大招在团战当中发挥出来异常重要的作用，老夫子一个人牵扯住了公孙离和橘右京两个输出点，盘古进场，这波橘右京是走不掉了，公孙离还是可以走掉。就这一波波下来，盘古和老夫子两个点是他们对团战里面最清晰的思路。你看这一波团战是去打掉了这个盘古的复活甲，但是自己是没有三角草丛这个视野的，啊，导致被反抓了一波。而这波团战是双方一个C 位互换，公孙离是倒地的比较快，倒地之后老夫子非常细节，他留了一个大招绑住了公孙离起身的他。是的，是的，起身也是直接阵亡了。其实这个位置是大乔直接把五个队友传送在这个下路的这个位置，被正好被 DTM 包住了。然后我当时时候第一时间看到是什么？看到是公孙离的位置非常的差。对，就这一局，苏烈他的一个站位也非常的清晰，他什么都不干。在团战当中他就盯着大乔的回城技能，只要他放回城技能了，我就留自己的二，我留二技能准备推人。其实后面 DTM 打得有点着急了，就他们出来之后所有人都在处理对方的人，没有去处理兵线。对，其实这波团战也不能说是 DTM 最后打输了，其实是他们由于给到了对方一个主宰，三路主宰先锋的压力导致他们只需要推水晶就够了。其实这波团战从血量上来看，
D Team 打到最后未必会输，但是主宰先锋全部来了，三条主宰先锋对于水晶的伤害可想而知。基本上只要是 A 塔，这个水晶就没了。对，就是没有办法嘛，三条主宰先锋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而且在三条主宰先锋来之前的话，下路高地和上路高地都已经同时告破了。对，那这样的话，现在是 AGY 以1-0暂时领先一分，对于他们来说，只需要稳住心态，那半决赛的这场胜利。究竟就是在向他们挥手。对，究竟属于谁？其实 D Team 的话，他不能前期这么大意了，因为在上一局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前几分钟、前两分钟，基本上是有一些小。